Hello， 大家好，我是老尤。我现在呢是在这个 Katy 的亚洲城。来一个这个套餐吧，这个套餐好像这个是炸的，炸的呗。这个呢？然后这个是煮的。哇，这是雪蟹饺。我前两天买了一打。Your fortune still holds. You're placing your bet, showing no regret. Close your eyes to hide your lies. Roll the dice. 看到中国字了，亚洲城到了。右转进入停车场。九十会社，这是日本字，应该是。好，我们先转一圈啊，看看啊，到了，这就是亚洲城。这是小龙虾。啊，小龙虾。叫什么 Yummy Seafood。 那我们一会儿来看看吧。我们先去转圈啊。小龙虾是我的主食。嗯，这个呢？还有 Bingo Papa Bingo Yummy， 这是什么呀？都是 Yummy 的。 Sushi。 嗯，好，咱们先转一圈啊，看看这一周一圈。这个是这样，这就是 sushi 亚洲城。这是什么？烧腊。烧腊，广东菜。广东的烧腊。烧腊。然后这家呢，这也是，这也是个中餐，捞，捞什么？看见了。这个呢？啊，这是那个越南吗？越南餐厅吗？这亚洲城还挺大的。嗯，刚盖的应该是吧，开的都很新。这呢 ？H Mart 就在这。It's skin。这是剪头发的吧 ？Here's the idea。剪头发的，对。这个呢？啊，这有个大 H Mart 韩国超市。说这家店很大。嗯，是吧？韩国超市啊，咱们先还那这绕一圈看看啊。这是 Hawaii 的 BBQ。贡茶甜品，贡茶，夏威夷的烧烤，这个呢？哦，这有鲜鱼鲜。加星星什么呀？这是烧烤店，这什么店？摊摊，鲜鱼鲜啊，鲜鱼鲜。这个呢？雪冰爽。什么酒 ？Lucky Liquor 酒店，这个雪是什么呀？甜品店。甜品店。Bubble egg, sweet me up。这甜品店啊，这好像关了。那边还有啊，啊？这还有一个很大的，还有个 mall， 然后这是 mall 吗？前面？我上次查还有一个游乐场，是吗？嗯，这里这有一个 Jazz Penny， 你是一个 Jazz Penny 是那个商场，百货商场吧？对，就这家吧。我听说 Jazz Penny 不是倒闭了吗？没倒闭啊？说百年老店倒闭，不是这家呀？啊，那出去了吧，没了吧？啊，就那么这一圈啊，咱们绕回去吧，那就绕回那。好了，又绕回来了啊，就从这儿。行了，咱停到小龙虾那去啊。好啊。你想？游乐园不在这边。游乐园？这不是游乐园，这是一个亚洲城。改天我可以单独带你们去。对，这是吃饭的地方。这车在这儿啊，这车黑人的，好黑呀，好有钱，拳王啊，没准儿啊，那我不知道是拳王，他不像。咱们刚才过来啊，小龙虾在这儿，那咱们就停在这边吧。是啊，停在哪呢？啊，今天车好多了，今天人不少啊，周末啊。他还比他们也说哈日语，看见没？这边都没车位了。啊，就他们家门口。
我们现在去这里面啊，去点一个小龙虾。是，没关窗户，是你别点它，别去弄它，你打还要去拿东西。走吧，走。真多啊！啊，来一个这个套餐吧，这个套餐好像这个是炸的，炸的呗。这个呢？然后这个是啊，是煮的，哇，烤的，煮的。煮的，嗯，红虾，小龙虾啊，好多人啊！好了，我们点完了，然后20分钟我们过来拿，这里面人太多了，我们拿回去吃。我们现在在外面转一圈啊，看看这都有什么。You were the type that eclipsed the room. I was the one who arrived too soon. But no one would ever bet against us. If they saw us exchanging glances, I was too busy to fall in love. You were too busy to break my heart. Nobody else was there to stop us.Nobody else was there to warn us. Now we go on and on with this poor love song we've been working on far too long, baby. Do you still remember when our hearts tuned up spontaneously? Hey, 挺巧，今天还在这个亚洲城碰到了两位网友。这个 Kitty 好像也有不少网友啊，大家如果说在 Kitty 的冒个泡啊，我们打个招呼，没准哪天还能见个面。下面留个言，到时候咱组个群。可以不时的组织个什么小活动之类的。啊，在路上碰到网友吧都特别亲切啊，他们去里面买那个柠檬茶去了啊！你看现在啊，这个德州，我看这边到处都是在招聘啊，门口都挂着这个 Hurry Now 门店啊。你过去的话，好多都写着。你看我们这走一圈，这好多，我看这好几家啊，都写着这个招聘啊，人工是极为短缺啊，啊，这个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啊。这家还停业了，你看是不是找不到人，招不到人了，你看门口贴的招聘，但是里面关了，这家没有营业。你看这家也是 Now Hurry 啊，这家也在招聘。那家关门了吧，那家那个 Happy Lemon 关门了是吧，那家关门了，是啊，他没开业，是不是招不到人？我看他门口在招聘，很有可能，他有可能新店。你看这家也在招聘，你看，忙不过来呗，那没准是谁家生意好、嗯。那咱们那个好了应该快。他咱你粉丝的。嗯。Thank you。好了，取餐了。他们家好像老板是亚洲人看着，然后服务员都是老外。这顿餐是总共餐费是129.82元，啊，加了23块钱的小费啊，18%的小费，总共是153。啊，今天吃一个海鲜餐啊，最近啊吃的比较杂。啊，一会儿中餐，一会儿这个西餐的。最近因为还不能开火，家里还没住进去，所以说呢临时过渡嘛，啊，吃的都比较杂，凑合一下。哎，也好，最近呢就这段时间，把这周边的这个中餐啊，都吃了一个遍了都快。其实这周边的中餐还是不少的啊。
这边还是多，会好吃一点。咱上次吃那几种太难吃。哪种啊？就是每天吃，就是美食。嗯。好嘞，走了，打包回家吃去啊。看看这都有什么海鲜啊，哎呀，这样子啊，他连一个盘都没有啊。我们那我们自己那个哎盘子不大。这老外不讲究啊你。这塑料袋给包上的你说。这太不讲究了啊。那用塑料袋吃。用塑料袋吃也行。你这还量倒不少啊。口在哪呢？哦，口在这儿。哎，这也行，不用装那个。好，然后再看看这一包啊，这一包是什么？嗯，这个先拿过来，这先放过来。哎呀，这塑料袋，这螃蟹不得捅破了吗？这个是，啊，这是炒饭。炒饭单独一碗，啊，这个是什么呀？鱼排吧。好，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啊，这是虾，炸的，炸虾。啊，这里面呢有螃蟹，啊，有这个叫雪蟹是吧？雪蟹脚是吧？还有玉米、土豆，还有蘑菇，好像啊，这个蘑菇，这个吧，要是放在盘里，可能就会比较好看啊。这个弄得有点，行吧，反正就吃了，肚子里都一样。好了，开吃，看这个，来，一人一个来。谢谢，你先放着吧，一会儿。谢谢。我先尝一个啊。啊，这是雪蟹脚，嗯，味道还不错。哇，这个好吃，这好吃。这是什么？这是那个大扇贝肉，这好吃。扇贝肉，尝一个，还直接手抓吧，也没筷子。是扇贝肉，我也尝口。喂，小胖子，把你放这。哇，好吃吗？我也尝个。嗯，妈妈。这是炸虾，说实话啊，就这个炸的就没有这个好吃，没有这个煮的好吃。就这个套餐是炸的，啊，这饭是炒的，这个套餐呢是煮的，煮的好吃，煮的好吃，嗯，这煮的里面还有蘑菇，好像我尝一下蘑菇味道。他也没给那个手套呢，没有啊，这个就是那个不是就是那个。青口、啊、青口贝是吧？嗯，很好吃。不要问我们扔在哪里呀、啊？嗯，是青口。那炸的都好吃，或者煮的煮的。我们煮的好吃，煮的好吃。青口，喝我的。这茶有我的吗？没有，这是口贝。喝你的啤酒啊。对的，忘了啤酒了。我说。这吃的怎么那么不舒服呢？啊，我都没啤酒呢。老公，拿两个一次性碗给儿子，儿子好装着。就在上面，微波炉。我这好解辣，喝一口就。哎，这有叉，你们要不要？妈妈不用，妈妈手就好。你们一人就是想要的，我给你们放到这里。哎，这个啤酒，哎 ，Thank you。哥哥给你。这个是 Long Star， 这个啤酒啊是德克萨斯的本地的啤酒。有鱼吗？没有。我前两天买了一打。哎，还挺好喝的，啊，这个味道还不错啊。
就比那个百威要浓，比百威要浓这个。百威就是最淡的，我感觉好像那个。嗯，待会来个蘑菇好吗？我也尝一口蘑菇。嗯，蘑菇好吃。煮的好吃。嗯，给你来点。嗯，真的。煮的也好吃。这个真的是煮的好吃。嗯，蘑菇。是吧？嗯，蘑菇你们。你们觉得呢？煮的好吃还是炸的好吃？煮的。嗯。妈妈再给你拿啊。嗯，这些先够。煮的。嗯，这饭是海鲜饭也不错，煮的好像比那个炸的贵应该，是吧？这个才30，炸的是34这个套餐，然后129嘛，那就这个是多少？34，80多。哎呀，这数学算不过来。80多了，行吧，80多。再吃一个玉米，玉米也好吃啊，我也吃。这是我要吃碗螃蟹，这是鱼排是吗？嗯，这个好像这东西应该得有点番茄酱。哇，它这有酱吗？这种酱你就不放碗螃蟹不爱吃。嗯，来来来个特写，来个特写。嗯，不是你的螃蟹，来个特写。嗯，来。哎，你的手啊，那么疼。哇，你这样很肥呀！哎，我尝一口这个炒饭，炒饭咋样？能吃了吗？我刚才尝了一口。嗯，螃蟹海鲜炒饭。炒饭一般，炒的干乎乎的。我发现这边的炒饭，我吃了好几家的炒饭了，就是没有几家炒的好的。炒的最好的是哪家？就是那天我们去中国城。有个叫小沈阳的那家，哎，那家炒饭炒的挺好吃的，就那个东北菜。我没尝。东北菜，对，这边的那个炒饭全部都炒的特别干，你看，哎，昨天那个炒饭吃的我呀，吃的我都不消化。昨天是那个炒饭，跟子弹一样硬。Too busy watching the TV screen. Now we're just betting on broken